清世宗爱新觉罗胤禛在做皇子时为征楚之战创立特务机关上虞备用张甘楚刺探情报铲除异己。延至清末，张甘楚表面被废，实则在远离京城的秦岭地带暗修堡垒，收集孤儿，残酷训练，培养一代又一代间谍杀手，秘密效力于摇摇欲坠的清廷皇室。哪来的小孩？进去，一边要。过来，放开我！哥，我要了。老大，想活命下去就得够硬。
你是谁？你的父母是何人？死忘掉自己之前的名字，你不再是孤儿，你是大清上虞北五镇根处的学徒。我叫尚峰，从今日起是你的师父，也是你的父亲，你的名字就叫格离。接受清室优待条约，发布逊位诏书，宣布清宣统皇帝溥仪退位，并授权袁世凯组织临时共和政府。去年辛亥，逆贼频繁，我朝江山岌岌可危。北洋袁世凯威吓太后，逼我清帝退位。自居东统，与孙文逆贼分坐南北，尔等练兵千日，只为如今保皇护祖之使命。拔得黄金旗者，为次元之任，成事后封魏前总，从六品。记住，你们口中的鹌鹑蛋不可破碎。是。乌鸦部落，自己受不了，他们会吃人，我们先灭亡。父亲，
有传部尚书唐绍仪这个逆贼呀，自从武昌一打起来，他就投靠了袁世凯。他已经查出我们刺袁的目的，计划已经暴露。袁世凯密令北洋五镇的嫡系部队严查沾干处并处置，就怕他顺藤摸瓜连累了庆亲王，那我们的罪过可就大了。上峰一定自毁沾干处训练基地，不留活口，上峰自己也会复读一泻皇恩。别介，你死了赶明谁替我们办事儿啊？把孩子们灭了就行了。跑！你快跟我走！走！我们现在怎么办？咱们沿着河往关外走，前面是沙漠，走吧，走。你过来，过去，把帽子摘了，把帽子摘了，快点。走走走。那个马厩一定有水，至少那个马有血。独子，那就看着独阵了。独子现在晕晕乎乎的，能行吗？没有问题。等等。
你们俩把帽子摘了干什么呢？啊，咱们兄弟几个是替政府办事的。赏金猎人，袁大总统在几省都设了警察署，可是关西一带盗匪猖獗，这个各地警察署力不从心，我们才有口饭吃。啥赏金猎人？前清的时候就不是什么好东西，如今摇身一变，四蹄两行，油头粉面的，就敢自称替政府办事。长官，我们就是追查前清张干处的余孽，为袁大总统效力。牛皮吹得大。没有没有。滚滚滚滚。好嘞好嘞。金蝎子，八次里，铁拳，你们三个就是关西最好的赏金猎人，最贵的赏金猎人。钱不是问题，但是我猜你们脑子里想的是杀掉三个孩子后去领朝廷的赏金，然后把我干掉，再去领北洋军阀的赏金，对吗？朝廷是不会亏待你们的，保你们下半辈的荣华富贵。不过你们最好以后不要搞玩这种小花样。听清楚了，袁世凯不过是兴风作浪的小鬼，而朝廷永远是朝廷。喂，你俩终于醒了。杜三啊，到底咋回事啊？你咋没抢他们呢？不用抢，他们给水还给吃呢，快吃。杜三，这都什么人啊？那个女孩叫小艾，那个老头跟他们一起的，这是他们雇的驼队要去采购，现在要回家。啊，图门镇。都行了。哎，我们还给你们准备了几件衣服，吃饱了你们就可以上路了。这儿哪儿啊？干粮道。古商道到这儿就到头了，前面的路都让沙子给堵了。哎，你们可以往北走到边境，就可以抄近道到西域了。哎，往南新的山路边上就是图门镇。咋了你把他们引到图门镇去？哎，你个老爷，图门镇咋成你一个人图门镇了？人拦得了人家了。我要知道这，我就不该带你来。哼，弟兄们准备上路了，到了图门镇小上海，把剩下的钱都发给你们啊！走走走走，上路了。到了黑石崖，他们往南走了，很近的，向南追，顶多两天脚程就赶上了。到时候我一拳一个打死罢了。我劝你们几个千万不要轻敌啊。
少对我们指手画脚的。我知道你自称关西第一快枪，但你这点小伎俩在我上峰面前就是三岁的娃娃过家家。有的时候人呢要摆清自己的位置。前朝嘉庆皇帝娘，这崇文镇其实就是一座监狱，专门关押西北一带犯案的盗匪，还有被流放到边疆的重犯和触犯了皇上的王公贵族，后来犯了暴动，牢头狱霸被活活烧死，牢狱垮了，这些个十恶不赦的杀人犯和盗匪却不敢再回到牢里，就在咱这鸟不拉屎鸡不生蛋的地方扎下了根。无法无天呐，天堂地狱谁不喜欢呢？啊！白眼风又在这儿卖酒了啊！小安，哎，这就是崇文镇啊！嗯，好热闹啊！哎，你也来了？啊，来。任冷华，别再祸乱我徒弟，再这样，小心我锤你！哎，咋？还想打架？哎呦，金哥，哟，拉面馆的叶群回来了。哎，都给蔡老板采购啥好东西了？哎，女人用品、香料和酒。一会儿我给警署送几瓶。头队进镇子，别忘了打拳啊！是。哎，谁是头队头子？我是。卸货就走啊！要在商会交易，得单给商会缴金啊！规矩我懂。走吧，走走走。哈哈，进镇了，进镇了，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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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哎，我说白眼风，你整天除了胡吹冒料还能做啥？你咋不把你妈吹成王母娘娘呢？嗯，啊，又来图门镇做买卖了？咋的？咋地？哼，我就是图门商会警察署巡官。季彤，嗯，哎，你干嘛？别脏了我的货！冰水染色的丝绸，老兄，你这是江苏的产茧吗？用最烂的茶沫掩盖上好的丝绸，你这是要逃丝绸税呀？季彤，按规矩办，丝绸我们扣下。有商会代卖给西边来的买办，换算成银元，抽你五成本，五成利。茶沫子，自己消，都拿走。去商会，五天后到商会找镇长的会计，万不可分账。走。这伙子警察真凶啊！凶啥？别惹咱兄弟，惹了咱兄弟，照样灭了他。弄死这几还不容易？哎，这地方乱，好藏身。对呀，咱们抓紧时间找个地方藏身。这死老汉，你看五位多跑的半个月，还会来的。六姐，
老爷一路上最担心就是你了，轻点慢点。就是就是，哎，一点都没敢耽误。我跟你说啊，行了你，死老汉，赶紧去把面店开开。你面店再不开的话，我小大海也要关门了。哎，我这就去，这就去，快去。那不用找了，叫骆驼也歇歇。哎，走。这俩是两口子，真是老夫少妻。这老头是卖拉面的，这婆娘开的小上海，是做啥生意的？小爱，你回来了。小爱回来了。小爱回来了。皮肉生意。什么是皮肉生意？就是不要脸的生意。你还懂得挺多，你十岁才被上峰带进来，不像我们从小就在展览处。哎，你一定见过很多世面。还见过自己的父母。哎，行了行了行了，你们俩是我最好的兄弟，最亲的人。桃子多少钱呀？哎，我这桃便宜着呢。这样，这桃都新鲜。你想干嘛？潘老板，佛堆的钱收了吗？这不刚给了他，还得给你呀。这是规矩。给。好了。哎呀！同志，别有事儿，没事，放了，就走。哎，干啥？干啥？李老板，你能收着我一下好吗？动！动！动！动啊！都别动啊！都别动！快点，出去！快点！哎，老板，警察已经出来了，一会儿街面平静了，赶紧滚。哎，老板，你看你这儿没伙计，给条生路好不好？我不要钱，给口饭吃就行。不知根不知底，我说不能留就是不能留。闹事是吧？啊，注意点啊。老实。我得跟你说，别吵了，还发生这种事情。哟，这不胡镇长吗？哎呀，我们这个图门镇呢，也多亏了您才能威震四方。不过都是过往的汉子，您打两下得了。蔡老板，你也是商会的股东，规矩不能破，破了就不叫规矩了。哎，听说你老汉从武威采购回来了？是，这镇长您是想吃拉面，我马上让那死老汉给您做去。行啊，让你老汉把拉面送到小上海。我一边看楚生跳舞，一边吃拉面。我说你对我怎么一脸色的？赶紧走！哎，老板，我求，老板，我求求你了，好吗？让我待在这儿行吗？赶紧滚！哎，你走走走走走，待在这儿啊！不，少跟我啰嗦，赶紧走！收留我吧，好不好？走啊！你们谁？你小子长眼了吗？哎。干什么呢？这儿没见过你啊。这走，把枪放下。哎，老爷，凶巴巴的干啥呢？
没事没事，这小娃想在我这讨个营生，面生，我不敢收。嗯，你是谁呀？到图门镇干啥呀？这谁呀？啊，在沙漠里救的，就一直跟着我们驼队，就到图门镇来了。还有俩呢，这不知跑到哪儿去了。以后不准往咱们头门镇带人，听见没有？哎，好好好。你到底从哪儿来呀？啊？喂，镇长问你话呢。哼，哟，这哪儿来的乡巴佬？辫子咋还没剪？哎呀，咋没剪辫子呀？你从哪儿来？是逃难？还是吵官司？再问你话呢，说话。你有种再打我一下试试。哎哎，胡镇长，胡镇长，这娃是我问老爷在沙漠里救出来的乞丐，一路跟着来到图门镇，刚才就是管老爷有个饭吃。哎呀，您跟小乞丐置什么气啊？一会儿老爷还给您做拉面呢。爸呀，这是图门镇，容得下买卖人，也容得下逃犯，就是容不下乞丐。咱们这儿没有要饭吃的规矩。明天这个时候，你要是还找不到营生，就给我滚出图门镇。好，你慢走，你慢走。哎，老爷，等着吃你面啊。慢走，回去了，还看什么呀？走了。娃娃，赶紧把辫子剪了，太招眼。还愣着干啥？还不帮忙？哎，还愣着干嘛？去啊，走啊。哦。去给我倒杯酒来。行，为了跳完舞，行吗？您的半天哟，秦爷，这半年没见，您这是去哪儿了？蔡老板，我的蚕丝和糖在西域做顺了，我还从阿拉伯带了珍珠和玛瑙，特意要送给小慧。小慧人呢？小慧，小慧在半年前早被人给赎走了。啊！我一看这东西，还愁找不到好姑娘吗？来来来，千雪，快来。秦爷今心情不好，你好好伺候秦爷。好，走吧，秦爷，慢点啊。哎呀，你怎么这么长时间都没过来啊？我都想您了。嗯。慢点。我这确实少个伙计。我也不问你从哪来的，但是要守规矩。啥规矩？嗯，先把辫子给剪了。哎，我真不知道为什么现在的人都要把辫子给剪了呀？是不是那袁世凯把皇上给废了？是孙中山的革命党把皇上给废了。嗨，跟你说这些你也不懂。好吧，也许我在秦岭待时间太长了。秦岭？啊，我家以前是秦岭的猎户。
来了来了，吃面。哎呀，蔡老板，吃什么面嘛？吃上。嗯，来。哈哈哈哈哈！还给个口福羊腿。来了来了。哎，来了来了，九爷，小店今天刚生意没有，明天就有。 去，随便炒几个小菜。我们这有规定，不许出现官府的通缉令。 哪儿都可以有通缉令，就是这图门镇不能。图门镇啊，来来往往都是客，没有了逃犯了，这图门镇就没有了根基。你小子找死！不不不，不是，这通缉令是我从张掖接下来的，想着兴许能抓一两个逃犯，找新军换些赏银。 走，去！不准在踏入图门镇半步，听到没有？快滚！好了好了，回来看节目。走走走走走走，干啥呀？赶紧滚！你干嘛不让我进屋啊？ 真不杀你，你救过我，我向你借。借啥？你把匕首还我的马。啊？我把马借你了，我咋办？我要是不借，你是不是打算抢了？省道北洋军的关卡没有马，这沙漠走不出去。你为啥会怕北洋军啊？你借不借啊？ 转过去，转过去！哎，你干什么你？自己看。哼！你笑什么笑？你借刀是不是为了割辫子？啊！你叫啥？格离。听着。 我把你后面头发剪短了，其余的我就帮不了你了。拿着，举着呀。这把刀是老爷送给我割肉用的，不能给你。哎呀，你轻点儿。转过去。啊。 还挺俊。哎，哎哎哎哎！站住！别管我，别管我！你个王八，盗马贼，我不该听老爷的，不该叫你，让你死在沙漠里。玉，进来。玉，去哪儿啊？送你一程。
他是谁？鬼六，你拿枪干啥？小紧张兮兮的。直接挑羊走人，这次啊，我不留你吃饭过夜了。鬼六救我！你这俩大马贼！你是不是找死啊你？你敢？何离，何离，你们去哪儿了你们俩？我们还找你呢，你去哪儿了？我就在拉美国，你们死哪儿去了？大文成，你去哪儿了？啊，不是，这谁呀？啊？ 你怎么跟小艾在一块儿？哎，小艾，吃肉，吃肉，吃。听说昨天图门镇上闹事儿的人，都按商会的规定挨了30鞭子，这俩娃稀里糊涂就跑到我这儿来了。你们到底啥来路啊？这俩娃跟我说，有人追杀他们，所以你们来的时候，我才有所提防。把实话跟你说，你瞪我干啥？ 咱们毒牙部落的人都不怕，害怕说实话。反正我不想再躲，等商方要来，我杀了他。听这意思，来路不简单啊！小艾，有个图门镇，谁敢欺负你，我就杀了谁。哇，太好吃了！咱们张根柱啊，饭菜太难吃了。张根柱是啥？是家酒楼，我们哥几个先在这要饭。哎哎哎哎哎。 哎呀！啊啊！这玩意儿咋把酒当水喝了呀？嗯，哈哈哈哈哈！我以为有多大能耐呢。哎，把扶起来。这小兄弟啊，喝的太猛了，马上松。哎。 快走！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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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是谁说一拳一个来着？我去向爷开开眼。
格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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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吧，格林？怎么样，我的拳头？上爷，开眼了吗？还可以啊。搞偷袭啊！孩子们，也怪我心狠，你们的命是朕甘处的。而且有机关，他们自己引爆了机关，封了洞口。那些人到底是谁？战干处到底是什么东西啊？先把我救救我兄弟，不然他会死。你们三个已经把葛六害死了。帮我扶着他，帮我扶着他。挺住啊，格林，我还是死了，我的手也没了，我的手也没了。老天为什么对咱们这么狠？从小没有父母，在战干处受尽折磨，伤风又杀死我们。大理死了，文师也死了，我的手也没了，为什么？老天为什么对咱们这么狠？为什么？为什么对咱们这么狠？啊啊等我兄弟伤口好一些，我们就离开。不管怎么样，得先把伤治好。来来来，坐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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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
镇长，你要干嘛？你出去。楚生，我知道你卖艺不卖身。我今天来啊，就是想让你在这儿单独给我跳支舞。镇长，我们小上海没有这个规矩，请你出去。我这辈子最大的遗憾，就是没能像你一样成为一名舞者。你根本不知道我对舞蹈近乎疯狂的热爱。我今天就是想一对一的跟你讨教舞蹈。这是今晚的学费。来吧。啊，救命啊！你干嘛？放开我！放开我！反了你啊！镇长，镇长，你先跟我兄弟聊声，我出去看看。他还是个孩子，您就饶了他吧。老爷，你是不是吃了雄心豹子胆了？老爷，老子今天非把他办了不可。把门关上，从里边关上，快！要不然打死你！我关。给我蹲下啊！哦，我蹲下。啊！来吧，救命啊！放开我！嗯嗯嗯啊！啊！快把拳给我放下！来，看谁能。楚兄弟，醒来。你小子，歇了，胆子壮。我说过，图门镇不容要饭的。按规矩，我可以打你40鞭子。镇长，镇长，这是我的伙计，刚收的小伙计。你说啥？你玩我？玩不起，玩不起。叶群，你这个愣娃，拿枪指着人镇长干啥？我叫你来看看楚生为啥喊救命，你赶紧把钱还给镇长。我现在就帮了你。胡镇长，胡镇长，哎呦，您再举枪对着这娃，那可就是您的不对了，这是您破坏规矩在先呢。我们小上海从来不逼良为娼，您也知道楚生是卖艺不卖身，这大半夜的，您说您一身酒气了闯到人姑娘房间，这可不是长者之为呀。这事儿不怪镇长，不怪镇长，都是楚生不识抬举。叶群，你不是男人。楚生，我们走。既然刚才都是误会，今天的事儿以后咱就都别追究了。愣娃，赶紧给镇长道个歉。小辈冒犯了。冒犯了。没事了，没事了，误会误会。没事。喝酒。没事没事了。我小心点。慢走。你叫啥？格林。兄弟犯了哪儿的事儿？被仇人追杀。谁追杀你？你不是不想知道吗？你兄弟的伤这两天还要勤料理，现在我小上海养好了伤再做打算。去看看他吧。啊。这个愣娃连句谢都不会说。呵，啥味道？你俩猪圈长大的。去去去，后院洗澡去。快点。格林。啊。我废了。你没废。这还没废。不是，我记得你问过我一个问题。你说老天为什么这么惩罚我们，是不是咱俩命中注定？没错。这就是咱俩的命。没手怎么了？不活了吗？杜森，咱俩现在有两个选择。哪两个选择？一，不要这个命，直接死。
另一个选择吧。另一个选择，那就是咱俩好好的活下去，放开胆子认命。天命咱俩改不了，咱们可以改变自己。既然老天让咱俩去了张干楚，又让上峰把咱俩追杀到这个地方，哼，好，咱俩就在这里好好的养伤，把伤给养好了，咱们根本不等他过来，咱俩直接去找他，去宰了那个老东西。上峰，谁呀？你看看你啊，美女啊。你要不要脸啊？行行行行，别闹，走走走走走。来来来，姐妹们，加油！干嘛？你要干嘛？叶师傅，屠门镇是个无法无天的地方，但是它有规矩，没事别惹事儿，特别不能招惹商会和胡迪。哦，商会，是什么意思啊？屠门镇的规矩都是商会定的，过往客商按时按量交纳税金，不出老千做啥生意都可以啊。还有，不能贴通缉令抓逃犯，要不咋兴旺呢？商会最讨厌的就是赏金猎人。可丽，嗯，你是孤儿吧？啊，啊，干活就有工钱，去买件合身的衣服，经常洗洗澡，臭了吧唧的，客人不都讨厌？哦，得了别人的好处得说谢。谢谢。哎，您的面，面。好吧，结账。格里啊，啊，格里，谢谢。吃，好吃吗？嗯。各位兄弟姐妹，今天是小上海开张的第三千天，也是我们相识的第三千天。我们来自东西南北，我们因为苦难相聚于此。我们相互扶持，相互关爱，我们风雨同舟，我们同仇敌忾，我们就算吵架，也会当天和好。我们即便分离，也会心系彼此。屠门镇充满了罪恶，屠门镇也是我们重生的起点。屠门镇，小上海，是我们的家，我们是一家人。我们还没记住呢，但是再多听两遍，我们应该就记住。对对对，我们明天就能记住，到时候跟大家一起说。到时候我们也飞一下，你说哪一句，我说哪一句。啊，对对对。我们会把你们当成家人，你们也会把我们当成家人吗？小艾救过我的命，六姐你又收留了我们，我们肯定会把你们当家人的。我从来没有过家人。如果有一天我们兄弟俩会连累小上海，我们一定会提前离开。老爷，小艾，你们两个三番四次的救我们兄弟俩，我敬你们。大力，鬼六，万事，我敬你们。大家吃吃吧，吃吧，吃吧，来吃吧，吃吧，快吃吧。嗯，好了好了，来吃菜。
在楚生的房间，我见过你的身手，那是枪斗术。其实我心里早就确定了，你是张干处的杀手。凭着那把枪，其实可以瞬间干掉胡迪和他的狗腿。你咋会知道枪斗术？你知道张干处？ 大清朝的特务机关专门培养间谍杀手，我也只是在图门镇经过往逃难的大内高手告诉我的。我救了他一命，他跟我说了很多关于张干处的故事，包括枪斗术。<笑> 那后来呢？后来那个大内高手出了关，往西域去了。那个年轻人潜心研究枪斗术，自称是张干处第一高手。你们既然是张干处的人，应该知道他，他叫商峰。他是我们的师傅，我们都叫他父亲。是他在追杀你们吗？是。 你们背叛了张干处，我们没有背叛张干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叶师傅，那个道内高手叫什么呀？你干什么呀？ 啊！不是，你这上茅房还要我跟着吗？来，给。11.4毫米后装式单灯左轮手枪，你哪来的枪啊？哎。 就是当年跑江湖的时候，在一个洋人手里买的，送给你了，啊？哎，听着，嗯，上峰迟早会找到图门镇，你俩跑了也没用，你现在的枪斗术已经到了这个地步，完全可以和他拼一拼，我们这些人还指望你保护呢。哎，我特别好奇一个问题啊。 你为什么会说我们跑了也没用呢？你说上峰来到这儿，他找不到我们，他完全可以走啊。除非还有什么人认识的，而这个人才是会真正连累到小上海的人。别耍小聪明，你是不是就是那大内高手？也就是你的化名，你的真实姓名叫什么？别胡说八道！慢慢。 你是想让我去帮你打上峰，保护小上海，这样你就可以不用出手了，不暴露你在土门镇的身份。我说的对吗？胡说！滚！叶师傅。 我发现了一个小小的问题啊，就是每个厨师把菜刀插在菜墩子上，这不奇怪。奇怪的是，这个菜墩子上只有一条裂痕，就说明这个厨师随便把刀一扔，就能扔到同一个位置上，而且这个木墩子上切菜的纹路如此的平均，就说明这个厨师切菜的刀工。 已经成为习惯，所以我叫你一声“沾干处的前辈”不为过吧，小子。你来的时候，我已经跟你说了规矩了。 如果你敢坏规矩，不是撵你走，
就是灭了你。我在这儿已经生活11年了，如果有谁敢破坏我和六金的好日子，绝没有好下场。记住，不管是谁。喂，谢谢你的枪。道光15年，美国军人科尔特发明装有敌火撞击有线膛枪管的左轮手枪，就是老了点儿，得改装一下，尤其是弹夹。上峰不会交给你这些吧？我父亲是前清李鸿章派去德意志的留洋枪械师。你不是孤儿啊？我父亲孟秀堂是朝廷派至外洋的枪械师，归朝后与江南的制造局的兵工厂设计制造新式洋枪。那时我叫孟孝坤，从小耳闻目染，自己也做些玩具。后来母亲和一个洋务大臣偷情，父亲气急败坏，大打出手，伤了狗。不出3日，狗官案同贼人烧死了我父亲，母亲随狗官而去。我找到了父亲的笔记，看到了父亲一直在设计一个新式武器，他的梦想就是对朝廷训练大清军队有所贡献。那你父亲的笔记本呢？我烧了，数据都在我心里面。我从小就跟父亲练枪，所以枪斗术是最适合我的。你没去报仇？当然有。当年我苦寻奸夫淫妇，后来毫无结果，四处流浪。再后来我被人贩子给抓了，是上峰把我救出来。你觉得张干处好吗？我把那个地方当成我的家，师父像我的父亲一样。我苦练枪斗术，因为我恨这个世界。你所谓的家还有你师父，如果让你去执行任务，去杀人，甚至于让你自裁，你咋想？分不清那么多是非黑白，我当时只有一个信念，生是张干初一子，死是张干初一魂。干嘛？跳呢？而且跳得很乱。心乱就对了，说明现在动，如果不动就会变成铁石心肠。你还年轻，以后不管做什么事都要随心而动，如果违心而动会万劫不复。那你呢？在门口里这么多年唯唯诺诺苟活一世，是随心还是违心？干嘛呢？赏金猎人，你就是金锁啊？哎，是我问你还是你问我？在下是图门镇商会下属的警察署的警锁欧阳佩。图门镇有规矩，
赏金猎人不得踏入图门镇半步。不是，快走！我举起来。上。站住！别动！格离，刺儿，别再躲躲闪闪的了。老夫知道，你们就在附近。再不出来，又要为你们搭上一条人命喽。来吧，大哥，这个老头跑多远了？啊啊啊啊！大虎，在，带人下去帮忙。是。格林，黄土儿，就剩你一个了，能接的。格林，喂。让大伙躲起来。快快快，躲起来！快躲起来！别怕，躲起来！淑芬姐，蹲下。
老没老，我人老了。隔离能来图门镇，是老天对我的启示。我再不出手，他日我血母鸦如何面对咱们的孩子？向老板，我给你抓住了！干得漂亮！邪无鸦！老爷！老爷！老爷，你没事吧？嗯。雪无言，20年了，没想到你居然会躲在这里。当年你就是为了这个女人背叛了张干处，今天我终于可以清扫门户了。你叫雪无言，我叫叶群。盛松，你现在就是把我杀了，又咋？你看，我有媳妇儿，有徒弟，我的家人不会因为我中枪而抛弃你。你呢？你的站干处咋样？你的徒弟又咋样？隔离、毒刺、顽石，谁跟你是一条心？还有。我刚才打死的那三个混蛋，他们跟你一条心吗？盛风，你死了，有谁会为你掉眼泪？你给我住嘴！站干处的人需要眼泪吗？盛风，你就是心有恨，铁石心肠。到最后还是输家，大输家。说完了，那你可以去死了。
四四，是我，我是小爱，疼不疼？小爱，你到底是怎么招恨无涯的？用哨子吹，我爷爷当年在武当山做个引牙人。原来是这样。疼不疼？小爱，如果这次没死，愿不愿意做我媳妇？你说什么呢，独子，你不能死，但是我也不能嫁给你，因为我已经有意中人了。独子，说时迟，那时快，见血乌鸦飞升人数，刀光一闪，又听咔嚓一声，一刀要了赏金猎人的命。小爱，你们回来了。哎，楚生姐，六姐。哎，格林，找着毒刺了没有？他从武威医馆走了以后，再也没他的踪影了。我倒打听到一个人的踪迹。当年我跟你一样，十岁进了张干处。在我们那波孩子里，有两个最优秀的，一个是我，一个是尚峰。后来我去执行任务，也是最后一次执行任务，目标是广州兴中会潜伏在京城的杀手蔡志梅，就是你六姐。不知道咋的，我就爱上他了。他也愿意跟我浪迹天涯，所以我们俩就隐姓埋名，躲避张干处的追杀。后来她怀孕了，在一次逃跑的过程中，不小心掉到河里，孩子没了，从那儿就落下病根儿。怀不上了，那我要活着，现在应该11岁了。后悔吗？
斩干处的训练就是要磨灭情感，强调仇恨的力量。其实当时我知道背叛的严重性，可是我还那么做了，你说这是为啥呀？是啊，这是一股什么样的力量？Thank you.